哎，表妹说这个灯漂亮了，叫我们来学，给这难题甩给我了。你看那天我们看了一个上午看不明白，然后今天动手，然后就好一点了。手工东西的都是要多看多学。六十八。吃中午吃午饭吧，吃晚饭了都。吃辣吗？这好吃吗？挺辣。辣。这是什么面？不懂。火鸡面。火鸡面呢？辣不辣乐？啊？他说一看就会，一学就会。手心灵手巧，怎么可能？手这种，你看那天，你看我们在那研究好久啊。研究了一个上午，然后回去看了，好多，好多才会。我们那天也在吃好久，是吧？嗯，吃了好久，一个下午。手脚工难度是这样，难度系数有点高，真的是还挺有点难度的，因为你不懂啊，不懂那手怎么放啊。OK， 就是这样子的，会的其实就快，不会的时候就比较慢一点。这个又怎么忘记了？会了上面，下面又忘了。办法，三秒的记忆，现在会了就好了。之前在那里好久好久都打不出来。表妹啊，这个线解得太短了，表妹。这个线怎么办？不够。小贝弟，你下班了呀？这么开心。OK， 就这样子。一个好小花花就这样子。OK， 你看这个，没事，初学的，这已经不错了啊。你看真好，我帮表妹织那个灯，她在帮我织中午吃，哎，真好。凉拌粉，要吃会长胖的哦，吃那么多。天天吃，天天吃。我再吃就吃第三，再吃第三餐了。嗯，那个汤好爽啊，好香。快点。这样煮也蛮好吃的，嗯，好吃。这样煮也蛮好吃的，那你吃没？我吃。我小弟就喜欢吃这个，能不长胖才怪的，我的哦。我也喜欢吃面。面什么？吃面什么？我还是表妹煮的。好吃。要是我煮的，肯定不吃。对，主要是表弟我才做的这个口味。这什么东西啊？
表妹了，给我的难题叫我做个。看着容易，但是只有自己做了才知道。很好，也成个样子吧，好像，是吧？对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呢？它就是一个花灯的，到时候可以把那个灯放在下面，这样一下来就很漂亮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灯又可以打完了，打完了，打里面这个花了，要换一种方式了，是吧？它又像之前这样子打，打这两个花下来就可以了。啊，打一个花，打两个花就 OK 了。哎呦，好麻烦。所以麻烦了。谁叫我学会了，他就叫我帮他做了。然后这里就是一个花，这个也像这里这个花这样。很好。对。这就得一个花就可以了，哎呀！妈妈，姐姐要来了，走啊！妈妈，你这个是什么？花灯。你是个小美女啊！好了，给妈妈帮阿姨背完这个去。背完这个给她呀？嗯，对了。她都不在呀。她去玩啦，她在上面做事啊。终于织好上面的花了，哎呀，最有成就感。哎，终于做好了啊！织好了，这样看好看吗？你放一个这种东西，放一个灯在中间，它不会烧到它的。不会吧？会烧到它吗？嗯。表妹缠的线不够好，本来人家是这半边是这样子。这样子到这里的，这半边是长的，然后它裁的都是不一样的，长的长，短的短，呵呵，不理他，将就吧。他说就只能这样子了，帮他织好了。哎呀，耗了我几个小时时间啊，很好，成果就成这样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中意。很好，很好，好不好也只能这样子了，将就了吧。腰酸背疼，马上就给他了，看哪就满意，拜拜。